咬我来咬死我来咬死我来！看，好大的蛇呀！我好吓人呀！我跑不动了。这么大一条蟒蛇，你们得紧张，明白吗？不是你这什么他妈玩啊你！我明白了，导演，您说就是哦，但是这条蛇有点太紧，就调动不了我的情绪。 我实在调动不了你的情绪是吧？把真蛇给我拉上来！钟导演，啊，好，导演不用，真蛇太他妈吓人了，我们大不了再来一条就是。对，再来一条。关键是要逃生的状态，得喘息，得是喘息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喘息啊！从内部给我喘出来呀，你！内部好，从内部喘。啊！你看，内心啊！火总，喷点汗，再来一遍。内部往外，内部。老师，哎，一会儿咱们按导演那个再来一条，好吧？哦，明白明白，内部往外，内部往外。OK， 明白明白。李导。 我就欣赏你这点，该说就说，对演员就该有要求。观众不会说他演得不好，只会说导演导不好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电视既然我接了，肯定会负责的。导演非要临时加拍这场戏，演员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你们已经严重烧心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，梁总，我们今天一定会拍完的。我只要结果，艾美。 导演，你看那加扯淡效果咋样？你可以做的再好一点吧，啊，关键是要真实，明白吗？再多做几个。总，知道了。李导，准备好了？哎，就那样的啊，你脸上能不能给我弄得再脏一点啊？这还要我说吗？你拍偶像剧呢你？我要真实的效果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，化妆，别谈恋爱了，给每个演员脸上弄得再脏一点。来了，来了，没拍过戏啊。单医生，画面给我改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知道了。催，一天到晚。来，拍了。吓我一跳。听说是导演的小舅子，傻不拉几的会拍个毛线。第一次干摄影师吗？不会演还化着妆的吗？安静。 来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啊！哎呀，好大的蛇！啊！我这小心脏啊！有点什么？转场，好，转场啊！大家转场。待会儿请你们喝水啊！好，谢谢强哥，晚上辛苦啊！辛苦，好，辛苦了啊！打好！ 咱们东西都收拾干净点啊！别落东西了。时间紧迫啊，快点！上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哎呀，这什么路呀？这！哎呀，蛇！啊！拿！大家别慌！啊！来，来，快！怎么了？是个麻绳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看把你们给吓的。 大惊小怪！我的天哪！帮忙把五号机器！啊？哦，摔坏了才好，早点回家抱老婆。没事吧？ 这什么东西啊！哎呀，恶心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快快来！这是蛇蛋呐！哎呀，正好可以当道具。还有嘞！ 大家注意了啊！ 山里没有信号，各部门注意安全，不要乱走，知道吗？太他妈吓人了吧！啊，这哪他妈是拍戏啊！王国军，导演，这可是真蛇胆呐，打道具可得劲呐！我知道，可这蛇胆也是有生命的，放回去。中。 哎呀，真可惜呀、啊！这真蛇胆不用打道具，真可惜。咦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跑！不错啊，保持这个样子就对了。 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太快了，没看清。导演，我的道具熊肉力要被拽进水里边去了。叶黑呀，乖乖来！刚才什么情况？我这……艾总，我也就看在你是我同学的份上，我过来帮你演两台戏。我明白你们导演想要把演员把情绪挑起来。 我理解，我明白，可也不能这么玩啊！啊，吓死我了，刚才都！你们剧组300素质啊，这他妈也太吓人了啊！但是有你们这么玩的吗？我玩蛇还是蛇玩我们呢？我1分钟生意多少钱？不陪你玩了。哥，你稍等，我先去问问，你等会儿嘛。哎呀，我这个心脏，万一要是…… 碰出点什么病来，你负责，你们负责啊！不用，谢谢了。你们平时就这么拍戏的吗？有你们这么玩的吗？哥不陪你们玩了，哥走了。哎，你们太吓人了！不行啊，戏都还没拍完，你们就说走就走了。这最后一天，你们坚持一下嘛！拍手。 李导，这演员都走了，你说怎么办呀？走就走了，让他们走。爸爸，啊，接着拍。快跑！ 这胸还结系了呀！快跑！快点！大哥，快点！ 快点！快跑！快！快！ 你们快点！你大，救救我！去啊，快点！啊，把酒玩出来！啊！滚！哎呦，滚！我天哪！起来，给我起来啊！别！啊！ 别紧张，接着拍。啊！住好了，快干什么呀，导演！小伟，把你的包都解开！别动啊！导演，你来干嘛？这不听乱吗？还钱！告诉人民，我也完蛋了。制片人，这不容易啊！救我！不想死啊！你脚给好了，这场面不会再来一遍。我知道，你靠近点儿。你烦不烦啊？快把你的破包给我解开呀！大壮，快走！起来！别拍了，快回去！快点！滚！没见啊！坐好。别关门，帮我在外面。走，把门给我打开，快点！小心一点！别拍了，快走！李导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爸爸，你傻呀，你快！快把所有镜头给我堵住！ 快点！快！门？大哥，导演，我让你别碰那家伙的蛋，别碰！ 你为什么不听？那不得要真实一点吗？我也是为了小关啊！你还有你吗？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这部戏变成这样，我怎么跟资方交代？你弄的蛋，我就不应该把你放进来。啊，难怪蟒蛇咬着你不放，身上粘的都是蛋。还有没有蛋？有，赶紧拿出来扔了！扔啊！这个不能扔啊！ 拿出来啊！你害死我们那小子！这还溜到传宗接代里啊，不能扔啊！真是吓傻了你！把他衣服脱了，脱了！那弄啥来的？弄啥来的啊？脱了，脱了！别，这个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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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。到这不来的，记住了。把内裤脱了。 这可不能脱呀！你好歹给我留个裤衩打底了。马上是跟衣服的味道才能找到我们，你还要不要？不要！人走了，工作人员走了，马上就能杀青的戏，怎么会？我赌上我的全部，怎么会？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责任在我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但我们现在已经被困在这儿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把最后一场戏拍完。啊，你说拍就拍，咱们拍什么？拍谁呀？拍个蛋！报告导演，以我干多年导剧的经验，咱们还是报警吧。报什么警？山里哪来的信号？就当我放屁算了。 李默，李默，这场戏可是你坚持要加的，还加的超期了。我用尽我的全部来支持你的创作，现在你得帮我，帮我想办法，要不然资方那边违约了，你叫我怎么交代啊？大家听我说啊，我们现在已经退无可退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孤注一掷，把最后一场戏拍完。你们觉得怎样？帮忙，哎，电池还能用多久？大概还能用1个小时左右。 好，你就记录下每一个细节，把所有过程全给我拍下来，咱们就拍一个真实版的蛇口逃亡。行，我给你加钱。先别高兴太早，逃出去再说吧。给我也加钱，要不我不演。就是嘞，给我也加点。你看我为了艺术都脱光了。钱不是问题。知道吗？导演，开始拍吧。小强，拍，准备好了，来，开机。落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！大咖，千万别动！你这个。 你这个。 老表。呀！你能救我啊！直接拽啊！救我呀！啊，导演！ 你干嘛呢？疯了啊！蟒蛇一进来，咱们大家都活不了。对呀、啊，咱们不能因为他把咱们的命搭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这是大咖，一个组的，你们这样不自私吗？我说李导，谁自私了？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电影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不都说好给你们加钱了吗？爸爸。 给我接着拍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只是在玩命，给我加再多钱都没用。什么钱？咱总得来点实际的，对不对？你那包里面肯定有现金，你先给钱吧。要钱是吧？把我的钱全给你，是吧？谁不是第一次活着，对吧？都是自己的爹妈养的，我也不能把命搭上，是吧？你们心平气和听我说两句。我这人平时工作的时候脾气暴了点，但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。咱们现在先不要抱怨来抱怨去，先想想怎么离开这儿才最重要的，对吧？对，李导说的对，活到最重要，活着出去。 洗澡还在发春啊！啊，我变异了吧？这条蟒蛇应该是在清洗眼睛。姐，我们很快就见面。宝宝，要振作点，要相信自己。姐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一会儿来找你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，有你姐夫在。 一定活着带你回去，相信我。啊！我不用你管，我姐都是你害死的，你害人精，你只顾着拍自己的作品，有考虑过我姐吗？以后不用你管了，小声点。哎，马上要走了。现在应该是蟒蛇交配的最佳时期。怎么老缠着我们不放啊？不会去搬救兵了吧？ 快走啊！阿梅，快点！我说你们想办法，我可不想死在这儿！别着急。 李导，你有点劲儿啊！快点，快！哎妈！快点，快！ 别着急，肯定有办法。小弟，过来帮忙！你个混蛋，给我回来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棒棒呢？他刚还在后面呢。我去找他。哎，李梦，别走！西西在我这里了，你现在回去太危险了。世间没有后悔药，有些人失去了不会再回来的。我答应过大姐，一定要带她活着回去的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不能抛弃她。手机呢？手机断，眉毛马上给上断了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啊！卡呢？啊，卡掉了！给我回来！机器不是艾美拿着吗？啊！ 我他妈的刚才已经换卡了啊！刚才那机器植入了一小段，你知不知道？肯定掉刚才的地方了，我要回去拿。给我回来你！你说冷静点啊！还有一条蟒蛇，你不要命了你！你他妈少做寡善事！你他妈别傻清醒了，知不知道？啊！你知不知道？那是我拍的，我拍的啊！ 我拍的摄影作品，知不知道有多重要？我知道，棒棒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你机会，机会，机会是吧？啊，你管他什么机会？你给我机会了吗？啊，我姐当时要不是因为你，她能会走吗？你怎么骂我没关系，你随便你骂都没关系。 只要你安全就好。可是命运弄人，他当时已经没有呼吸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他妈也希望你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来活的。啊！从小都是姐姐给我安排好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可是我做事都被别人瞧不起。 难道就是因为我胆小，我忘了吗？现在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就算死。可是，趁现在巨蟒还不能动，也许我们还有机会。等等。还死不了。啊！ 毛毛，没事吧？小心！呀！啊！呀！呀！爸爸，松手！啊！松手！啊！松手啊！ 小心！哎！啊！爸爸！别过去！别过去！大白仙！爸爸！爸爸！把我分手！ 把我坚持住！帮忙！别管我，笨蛋！ 你不要放弃啊！走！妈妈，你这体重可该减减了，要不然还怎么做摄影师啊？天生就不是这块料。说的倒是简单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重复的事情用心做。给我好好干，做得更好。哎呀，迟到了，姐夫。哎。 摄影机拿过来，快去了，快去！这个组里面跟大家最不熟的一个，但是大家也没有把我当外人，就是一直很照顾我，都把我当自己人，所以我就是蛮感动，就是在别的剧组感受不到的。然后导演也很体谅，因为我的脚伤，然后尽量想各种办法让我可以比较舒服的拍摄，所以真的很感恩感恩。摔一摔碰一碰都是在所难免的。这个戏是张导自己写出来的，有他个人的很多一些对电影对那个动作的一些见解在里边。 这是我第一次跟彩导一起合作，在现场就是看起来很和善，然后也不会说就是该指导指导，但尤其在我脚受伤之后，然后还一直很体谅我，真的很感激。我感觉导演还是个很爱家的男人。